像背起行囊下山，走啊走啊走，后来就到了那个风景很美的地方。然后后来呢，小和尚带走的时候，他发现有条河。河是太快了，有点。他发现有条河，河里呢有蚯蚓，然后他没有办法穿过这条河，必须走到4-5公里外的那个桥上，他嫌太麻烦。他又扑通一声跳进了水里。没想到最后的竞争这么激烈，然后他又游啊游，游到了对岸，他费了9牛2虎之力才上岸，衣服都湿了。然后他就跳了下来，他拧啊拧，然后就拧出了好多的沙。我手来得了。